大家好啊，我是 Ivan 啊。咁今日咧，我咧就会嚟升另外两只 Brawlers 去十 rank 十嘅。咁一只咧就系 Jesse 啦，另外一只咧就系 Poco 嘅。咁呢两只咧，我觉得嚟讲咧，我通常咧都系用呢两只去打一啲，譬如系 Jam Grab 啊，因为佢哋其实都几好嘅个技啊，同埋嗰个招咧 ，Jesse 系。当你打到一下敌人的时候，他那个炮呢就会再打多一下，再可能是 auto 这样去打多人一次，不知道，即总之可以连续射几个 beam 这样啦。那我觉得 Jesse 玩 Jam Grab 是非常好的， Poco 也是啦， Poco 可以有个 heal 的技啦，所以这两只我觉得都玩 Jam Grab 是挺好的，所以我都差不多可以升他们做 rank 10了。今天也是啦，今天就是用 Solo Showdown， 虽然他们 Solo Showdown 的能力就没那么强，但是升杯始终都是升得最快。我们就来试一下玩一下啦。玩之前呢，开一开箱先，开了个 Big Boss， 就1600分嘅，1600分嘅 Big Boss， 有 Nita 啦，有 Daryl Power Points， 有 Rico Power Points， 我依仲有都 Token Double 啦，几好 ，Token Double 啦咧就将你攞到嘅 Token 咧就上升一倍，咁你会见到啦。Jesse 其实打呢啲伤咧，就唔系打得好快嘅啫。佢通常都系要用可能六七下先至可以爆到一个伤。喺嗰边有只 Bull 同埋 Nita， 呢两只都系比较打得嘅 Brawler， 所以我就唔行埋去嗰度。哇，仲有 Daryl 添 ，Daryl 都系非常之打得。喺 Bull 同埋个 Daryl 斗，跟住 Bull 赢咗，我就喺度食花生。喺嗰边有只 Penny 嗰个射程都几长嘅。好，中间佢哋打紧啦，有 Poco， 有 Penny， 有 Bull。我见到 Poco 咧就已经用咗个大技 heal 嗰个技啦。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杀到佢先？佢有五个呢啲闪电，所以我都要留意。呢一度应该冇啦，下边个波咁样打上嚟，但系呢一度唔紧要，我哋三名已经可以加五个杯，咁就 rank 10啦。仲攞埋个 star token， 好，跟住就换另外一只 brawler 啦，另外一只就系 poco 就虽然系我觉得就渣过 jesse 啦，咁但系佢 heal 嗰个技都几劲嘅。呢一度你会见到啦，又系打一个伤又要好耐，佢个 damage 每一下都唔系真系好高啫。好 ，Daryl， 佢喺出边等住我。如果正面咁样交锋嘅话咧，我估我系会输。好，我 heal 咗。
哇，好彩头先我 heal 得切啫，唔系头先一定输。前面有只 Frank 啦，跟住侧边有只 Bull。哇，嗰只 Daryl 一路跟实。我喺呢度即刻 heal 咗先，但系呢度唔得，太近啦，同我个距离加三个杯，仲有一个杯啫。哇，原来一开始有四个箱喺中间。有隻 Leon 啦，我嚟殺下佢哋攞攞個 Super 先。好，我已經有個 Super 啦，我用咗先，唔係陣間 Daryl 咁樣 rush 過嚟，哇！我都估到佢會用大技嘅啦。減一個杯，唔緊要啦。哇！呢一度有啲難。好，咁呢一度有個箱，我就攞咗先噶啦。我唔知點解咧，一啲中國嘅玩 Brawl Stars 嘅人咧，佢哋喺呢一個 Solo Showdown 嘅呢個 game mode 咧，好中意組隊咯。你哋有冇聽過組隊啊？組隊咧就係當我咁樣令咧，跟住對方又咁樣令嘅時候咧，就代表組咗隊咯。我唔知係咪真啦。他們組隊呢，即是他們可以走到很近，但是又他們又不會打對方，我這個覺得有點神奇。即是當如果九個都組了隊的話，那剩下那個就很慘了。還有你組隊的時候不怕被一些所謂的隊友出賣嗎？我是很怕這些的。陣間組咗隊之後，跟住佢過嚟又殺我，咁呢個咩料咧？好，呢一度入邊有個 Rob， 又有個 boss 啦。我見到上面有隻 Nita。第二邊有隻咩噶 ？El Primo。哇 ，El Primo 有隻六個。由得佢哋打啦，哎，中间有只 Rico， 呢一度，哇痛啊，千五 damage， 哎，竟然俾个 Rico 打赢咗个 El Primo。呢一度系佢下边个 Nita 想点咧？佢想打我，哎呀呢度其实我都唔选择 heal 啦，佢哋都咁多呢啲闪电嘅时候，我保住个第四已经 OK 噶啦。好，仲有一个杯啫。个 WiFi， 哎，冇事。好啦，咁呢一度咧，下边睇下呢只咩嚟先？我见到好似系 Tara， 系啦。我
我应该攞到第五名咧，都已经可以加到杯嘅。我见到啦，嗰度有只 Tara， 有只 Spike， 有 Coach， 应该有只 Barley。哇！死！我冇 check 啲草啊！喺呢度我有啲抵死嘅，我以为即系入边嗰个正方形嗰度咧，已经有咁多个 brawlers， 我以为草入边冇添，我以为佢哋一早已经杀晒对方，互相杀晒添。哇！点解冇嗰啲 boss 嘅？连一个 boss 都唔俾我？咦，真系冇啊！点解呢一边会咁嘅？唔通第二边就好多？咁我呢一场嘅目标计第四啦，第四就好似系加三个杯。咁就啱啱好可以去到 rank 十啦。Daryl，Frank 快啲打死咗個 Daryl 先啦！我有啲驚 Daryl， 即就算佢同我一樣咁多嗰啲閃電嘅時候咧，佢有時都應該會打得死我。佢用佢個技碌近我，跟住就好容易就打得死。好，剩翻五隻 Brawlers 啫，揾人打死多一隻就 OK 啦。我就唔打噶啦，我就四围巡嘅啫。OK， 至少一定有第四啦。第二边有只 Poco， 六个闪电。我都仲未储好我个 Super 个技，嗰个技啦。哎，有只 Poco， 唔系有只 Poco， 呢个系 Rico。哇！只 Frank 有成九个，一万血 ，what？ 虽然我唔系第一次见一万血，但系 what？ 应该话好少出现啦呢个状况，加血加到一万血，冇啦！呢度我选择自己毒自己。好，呢度加六个杯添啊！攞到第二，好143个杯就 rank 十啦。咁好啦，你会见到我而家咧就1653个杯，咁仲有大概300几个杯就 unlock dynamite 啦。咁到时梗系会试下用 dynamite 啦。我成日见啲人咧系 solo showdown 啊 bounty 嗰啲啦，玩 dynamite 玩到好劲啦。哎，哇 ，unlock my piper 添啊！哇，我呢个真系冇谂过，系一个普通嘅 brawl boss， 可以抽到 epic 嘅 piper， 哇，哇，呢一个真系有啲好彩，好彩有录低啫，哇，咁。好正啊 ！Piper 呢个 Sniper 几好用噶，听人讲。哇，就系抽到 Piper， 好嘅，第一只嘅 Epic Brawler 系啦，就系 Piper。咁呢一个 Piper 我都之后应该会拍个 episode 噶啦，我而家都系有啲惊讶。竟然是一个普通 brawl boss 抽到 ，what？ 咁好啦，咁呢一个 episode 就要咁多先啦。咁中意我更多开箱、更多升 rank 嘅片咧，咁就记得 like、记得 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啲 friends 去睇。咁之后会出更多 Crash Royale、Dream League 同埋 Brawl Stars 嘅片，咁记得留意啦。咁下次再见啦，拜拜。